第一次帮小琪说话是在什么时候？啊，同事以为我偷了何萌素的手。做健身房直播的时候。嗯。当时做直播的时候，很多弹幕一直质疑你。嗯。我就直接怼回去了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你不会就是那个直播的时候刷了很多礼物那个冷冷的冰雨？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，我就像一个刽子手把你出名。Thank you， 谢谢。好啊，就是我。哇，不错，小七和方总，你们两个基本上通过了这次考验 ，yes， 值得表扬。 加油！欢迎，来，欢迎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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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问方烈最喜欢吃什么食物？方烈买的东西，只要是方冷买的，方烈不用花钱的，他都喜欢吃。也对，是吗？嗯，不是吗？好，第二个问题，什么会让方烈心动？第一名奖杯。 小布，小布，好甜呐！虽然说你们两个现在呢一点默契都没有，但是只要你们相处的时候用心去感受对方，你们之间的默契度都可以慢慢培养的。加油 ，fighting！ 加油！那柴姐，你跟张医生呢？ 人家张医生是心理医生，他跟柴姐玩这个肯定对我们是降维打击。我们换一个。亲爱的，已经三分五十秒了。哥，你不累吗？都跟你说平时要上健身房啊。我，方烈，你放心吧，柴姐帮你在这个游戏当中肯定可以获前三名，加油！啊！ 他作弊！犯规！犯规！这样也可以啊！耍赖！作弊！作弊！要不然加上俯卧撑吧，你累吗？作弊！还有这样的？你作弊啊！二，小布，你变回来，小布！三，过分了！四，方烈，我到了，你在哪呢？好看吗？今天是咱俩在一起的第一个节日，必须得隆重一点。
以后只要及时降温，把你体内系统温度控制在40度以内，我们就可以自由自在的谈恋爱了。怪不得今天要选在游泳池约会呢。怎么样，厉害吧？厉害死了。那你是不是应该奖励我一下？方冷，我哥。方总，现在并不是工作时间吧？我就是专门来找你的。有什么话在这里直接说就行，我可没邀请你们进来。你把小琪藏哪儿了？小琪怎么了？除了你，谁有可能隐藏小琪的生命信号？库布里，你身为开普敦的机器人，现在竟然在帮助两个地球人，你应该知道违反开普敦的法规，背叛母星的下场就是报废处理吧。你试试。方烈，把小琪还给我们。小琪到底在哪儿？方总，在今天这么重要的一个日子里，他却没有跟你在一起，难道你还想不明白吗？面对现实吧，方总，小琪和你在一起就是为了完成任务，之前离不开你，我想是因为他足够善良，不想伤害你而已。是吗？但我了解小七，他不是这种人。小七已经答应我跟我一起回母星了。他今天之所以躲起来，就是要跟你彻底的分手。至于你们问我他到底在哪儿，真的抱歉，我也不知道。时候不早了，不送了。